今天要讲的乡野怪谈发生在中北部地区，当时曾经有电视节目以及有其他国外探险团队来到此处拍摄取景。当时在一区废弃眷村屋中传出有游民以麻绳轻生事件，后来节目小组还请法师来到此处施法镇煞送落中。此事过去后，还是偶传有一些不寻常的事情会发生。难道不单单只是一间房子出事？今晚我们就前去深入探索。哎呦，小心！看一下哦，它这间像浴室又像房间，不知道是怎样。对，这是厨房。旁边这一个应该是放那个用具的地方，都在这里。好，先带你们到别的地方看。先找先生。你先转，你先转。安娜，一起。你有去撞到吗？没有，没有撞到。五宝，有没有听到？五、哦，五宝。五，快起床！跟各位观众说一下，为什么今天有一些状况，但是我都没有拿出法器，是因为在这边往生的，其实都是一些游民，他们本身都比较可怜，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又拿出法器去对他们的话，我觉得就心里会觉得好像他们当时也是。非自愿的状况下，然后在这个地方往生，所以，对啊，就不想要拿出法器，然后去可能伤害到他们，所以今天这个地方就是会单纯拍摄当时这个地方的一些状况给大家看，这样子。你有带香吗？有，还是你要看是要不要把这边稍微附近外围净化一下，还是怎样？我烧这个给他们。这个是下师的，就是希望可以让他们脱离那个痛苦。不过你拿着，闪得很厉害。这是药供的吗？对，这是药供的那个香，跟一般烧的那个香不一样。特别准备，如果说是像这样子的地点，然后就烧这样子的香给他们。药供，用一些中药材做的，所以对他们。会有一些帮助。那姑姑，你在这边就好了，我跟你忍进去。拍摄给你交流着啊，我知影恁拢一家，今日来这个所在有跟恁交流着。啊，恁同事我也算讲，是这个所在只我也介辛苦，介艰苦，点三张香。希望讲会当帮助到恁，希望恁会当早日离开这个所在。其实那个香，主要是因为你闻到，你自己也会觉得好像比较心安的、啊。嗯，那你就会变成说比较不容易会去觉得发出一点声音，你就会吓到自己。它那个香其实也有这样子的用意，只是
没有办法这样子边拍摄一直叫你点着，因为有时候你这样子一直点着，也是会把他们吸引过来。嗯，对啊。OK， 摄影机给我。那我们去隔壁那一间，当时电视台他们所拍摄到的那个地方。啊，你的手电筒在这边。哥，你刚才在外面这边应该没有什么吧？没有。OK。你看，旁边有一些酒罐。旁边这边酒罐，这应该就是尤敏他们带来喝的。嗯。好，你说哪边出事？隔壁先。这间。因为电视台他们来拍摄的时候是有拍到那个，手，这一台给 King 拿好了，因为。因为你都一直垂直放下来，观众都看不到哈。刚闪的厉害。对。先进去看一下。就是这一间。哦，有一个，你们有闻到吗？酸臭酸臭的味道。对。从这一间里面飘出来。好，进去吧。听说他这边附近有一个坟场，所以他这边有的人说很阴，这也是其中一个点。在这边前面那边就有一个坟场，好像在半山腰的地方。看这里有火烧的痕迹。哎，这一面墙这边这烧过呢，你看。地上那边好像还有一些烧纸钱的灰，应该是有人或者是节目他们来有在这一个位置的地板烧东西。哎，你看上面，看一下，这一间底下脚印很多。应该很多人来过，你们看，应该很多其他那种探险者来过，整间地上都是脚印。再从另外一边，这边底下那边不好钻。哎，没有互通哎。啊？他没有通过那边，那可能还是要从这里。啊，这一间是什么？应该是房间，我看一下。哦，到后面这边味道很重哦。嗯。这里好像是在放一些。东西的地方奇怪，怎么旁边那边也觉得好像有烧过？哎，它有一个洞，有反应了。嗯，这一间特别剧烈。好，看一下。这个已经垂下来了。厨房。后面是厨房的地方。嗯。他当时的那一条绳子也已经被那个电视节目他们来的时候，有老师已经把它处理掉，送走了。
空的。这间是，进去看一下房间。小心有一个蜂巢。那个，他们节目来的时候有讲，那蜂巢已经没有蜜蜂。来，往旁边那边走过去。要那时候来也是像之前有讲过的，就是这种磁场阴气重的地方，有时候连那种动物他们也没办法待在这里。里面是厕所，我过去看一下。再不说话。嗯？狗狗好像也不舒服，看到快吐。哦。你先进去。你先在那边等一下。Ken， 你先给他顾着，我先拍这一间。好。哦，这一间果果一进来之后，他状况就整个很差了，因为这间里面的气味真的特别重。然后因为我们也没有戴口罩过来，所以只能这样子继续拍摄。啊，因为它这里面其实下雨的关系啊，外面的一些土都流进来，所以它后面那边其实很明显可以看到地上的那个土都还是湿的，里面的湿气其实非常的重。这一间也是空的，绳子已经被带走了。怎样？怎样？哎，李恩，还好吗？你摄影机帮我拿着。哎，车轨迹还闪呢。没关系，还可以吗？来，你先出来，你先出来。出来。那间里面味道太重了。你先休息一下。是怎样？有办法讲话吗？很想吐，说不出来的那种，很不舒服。不然先大家回饭店好了。嗯，来，